还有两个会造成问题的字母，第一个就是哦，第二个就是物哦，物哦的话，你看我的嘴巴圆圆的就好了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哎呦，哦，哦，这个呢，中文有这个音哦。姓吴的人应该会念，不会姓吴的人应该也会念嘛。口天吴的吴，吴吴吴吴吴哦物哦物，你再念一下哦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